电脑这个路口上中原江乡外环道路终于通车了，以后刷轿车、货柜车等大型车辆都当行经外环道路，唔免搁再进入市区，市区交通品质和安全将会大大提升。今天的这个通车典礼意义特别重大，因为咱这是过年前应该是咱全县上重要的一个典礼。啊，在这个部分，除了咱苏县长还有我们公务处这边的在经费上面的争取之外，在中央我们也很谢谢各级的民意代表的帮忙。第十九线是原中乡对外主要联络道路，原道路完成了后，民众骑机车、骑铁马会更加安全。促成这项重大建设的立委张家军，也特别以声音来形容这次工程完成。哇，咱刚刚吼提早咧过年同款啊，这是一件吼不只是咱原中乡的大代志、大喜事，嘛是咱婚姻观的大喜事。今仔日家军来到这吼，刚刚吼我另外一个宝宝出生的感觉了吼。关正乡算是家庄卡所在，李主编杨亮就认为，顶个是常常予人收好去，如今外环道路通车，又真特别感受和欢喜。咱关正，我感觉咱无外环道啦吼，也真欢喜吼。今仔日咱终于通车了。关正乡外环道路总长超过两公里，跨24米，总经费2亿2600万。工程伫个1999年7月1日动工，101年正月18日正式通车。福林新闻采访报道。